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其他世界网站，我是朱佳明。那么今天我们要学的呢，那么刚才呢我已经给大家弹了一遍了，那么这就是北京东京。那么这首曲子呢是我写给我东京念书的女朋友的，那么但是她现在已经回到国内了。那么这个曲子呢是也是跟我以往弹的风格并不是很相同的一种风格。那么它有点像，因为它是有点funk 或者那种 groove 那种感觉的曲子，那么有点像 Masasumi 的曲子。那么这个曲子呢，我给大家慢一点演示一遍。那么这是一小调的一首乐曲。那么前面呢运用了很多 funk 的这种 groove。前面呢其实就是几个和弦了，但是我用了不同的把位而已啊。像第一个，这个E9和弦，这也是E9 C， 这个 Am7， 这还是一个 C7。根音，这很难的可弦，很难。我们要用食指呢摁一二弦的五品，然后呢拇指呢我们要摁六弦的七品，而这两个手指呢分别摁呢二三四弦的七品。副歌一的第一个 C大三和弦，一个减七，一个升D减七。E 大挂四，那么我们挂四呢再返回归这个E和弦。那么右手头我们做这个六四的交替，唱片里面呢是用了渐弱的一个形式，那么一点点那种走远的感觉。那么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干脆点的结尾，比如说
弦。这和弦很有意思啊，这个有一点这种阿拉伯的这种风味啊。一小和弦来接呗，这就是北京东京，有几个难点大家需要注意啊，就是它的一个 funk 的一个 groove， 再一个就是，其实这个曲子是比较难的一首曲子。那么他在弹的时候呢，因为他左手在不停的变换，和弦和 solo 之间，那么它是很明显的是在固定的和弦里面呢来弹很多，来弹一些连贯的一些 solo， 所以说这是比较难的一种做法啊。那么再一个右手，它需要每一拍都有一个拍弦的这个节拍来去配合左手来去往前走，配合乐曲，所以说这个是需要大家慢慢来练习的，你先不要着急。还有一个故事，就是我记得。Tommy Emmanuel， 那么在2010年北大演奏会的时候，我给他当开场嘉宾嘛。那么我想选哪个曲子，当时我不知道应该选哪个。那么正好我刚写的这个《北京东京》，那么好，我就想，好吧，那我就弹一首自己的原创吧。结果上台前超紧张，因为我紧张的不得了，因为那是给我的偶像 Tommy Emmanuel 做暖场的嘉宾，这个是不可想象的，对我来说当时。所以说我把北京东京勉勉强强是没有大的失误弹起来了，但是弹的并不是很好。那么所以说这个曲子大家记住一定要练得非常熟练，而且大家一定要记住一点，就是我们弹奏的曲子呢，如果你要想作为一个在舞台上表演的吉他手的话，那么你的曲子呢尽量的要在舞台上和舞台下同时来练习，因为你的曲子在舞台上弹跟在舞台上弹是舞台下弹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么所以说希望这能给大家一些经验和一些帮助。